这个地景的场所，就是里面是有一间两三百，外面大汉溪畔，把一个类似河床的这个造型铺在整个美术馆下面，做成这个艺术商街跟餐厅的这个空间。那浮悬在上面呢，是一个未来非常前瞻性的这个非常具有绿建筑的美术馆的这个主体。那人们可以在这个艺术街坊跟艺术馆之间呢，也可以徜徉在一个不受拘束的空间。所以将来这边有个捷运站。对，整个终点站。那这个建筑物未来在完成了以后，它的外形比较特别，是用非常多的管状结构跟设备所做出来的一个外形，它是一个金属做的。那比较特别的，我想大概是这个外墙，我们这虚幻不定，而且反射整个原野大地，这种台湾非常在特别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大自然的这个千变万化的景象，我觉得有前瞻性。我们希望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大山大海之间呢，这建筑物有一点模糊性，有一点朦胧的，尤其它的光线的反射会让它变成一种似乎跟整个自然的景色融入在一起。先签约权，一起来为我们新北市打造一个。跨过去，那剩下中间这些是做一些遮阳跟设备。是。将来的材质就要注意到以后的维护。是，这个非常重要。